各位棋友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本赛 A 组第七轮的比赛，很高兴能够和曹大元老师一起为您讲解。曹老师您好。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盘棋呢是由姜维杰对阵谢柯。那么在之前呢，谢柯是刚刚取得了二连胜，战胜了三连胜的韩一舟和常浩九段。这个组的话，其实韩一舟已经取得三连胜了。我觉得三连胜就很有机会在小组出现。对，那么这个比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赛制了，一共是11名棋手，那么最后多胜和终结这个比赛的两位棋手可以出现。啊，就是本赛的话是分两个组，就是每组各11位棋手。然后是出现，是最后是小组是各出现两位棋手。对，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我看规则上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有可能有一名棋手从头刷到尾，就是一盘不负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一名棋手出现。哦，他就直接就进入冠亚军决赛。对对对。啊，他们已经拆完线了。对，那么是由谢柯执黑。那谢柯也是我们中国棋界00后的领军人物了。对。他在2017年的时候进入过孟百合的半决赛，并且在去年呢获得了天元战的挑战权，虽然最后是输给了连笑。但是也可见他的实力。那么姜维杰，曹老应该是非常了解了啊，是您的学生了。对。他入段之后，就一直注册在山中队。那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姜维杰九段，不过也是很不容易的了，我觉得这个成长的经历吧。从他拿了世界冠军之后，当时他是90后的棋手的。中的第一位取得世界冠军的是 LG 杯，是的，对。然后之后有一阵呢，略微的还是有点低迷。但随着他的岁数增大了之后，师傅在前两三年的时候啊，觉得他好像和更年轻的棋手在对抗的时候，略微有点下风了。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师傅又有回升的势头。对，看来这个棋手的这个状态真的是有很大的起伏。他还是非常努力的一位棋手。我对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棋，杀棋非常厉害，力量比较大。对，然后他在网上的网名，叫做“嗜血狂人”，一个很吓人的名字。对，是有点吓人。而且他的棋我看过一些，也是很多都是屠龙胜的。对。妙手也很多，杀棋的时候感觉比较锐利。不过他这个力量我觉得不是，姜维杰的棋不是很偏执的。其实还是蛮均衡的，蛮讲道理的。就是你要不讲道理，他就是要来杀你的。对。这么说也。曹老这么说也让我想起另一位棋手，这个十月九段。对，因为我们不是也给他起外号叫场均一条龙吗？但是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个棋不是我要去主动杀别人，每次都是别人要送上门来。但是可能就包括十月九段吧，像这样还有加密九段这类的棋手，给人家的印象就是经常会杀掉对手的龙，这个也说明本身也说明他们的中盘力量。计算力比较强。为什么别的棋手就是这样的，给人这样的感觉就不大有呢？对。对。是。现在在棋盘的左下角是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流行形。然后站角。对。黑棋又是一个星位。现在这样的局面好像很多见了。对，最近又特别多的是，就是大家都占据星位。那碰到这种星位，必然就会有点角了。对，并且，
比如说有四个星会，经常会出现有四个点角的这样的场景。对对。你看这已经点角又点角了，我们看一下会不会点四个角。点四个角的这个棋局最近出现的很多的。这个黑的往哪挡是正确的？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好还带着普遍的这种过去的围棋的概念，我会挡在这边啊。对，但是这盘棋现在是黑的也是挡在这儿了，但是好像有很多观念现在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挡这边的也有，也有，这两个党现在这就是对类似于这样的局面下，这两个党应该都可以成立，都有，对，他那个胜率应该是差的不太多的，比较接近，对，因为他党就是党这边的话，那个飞完了之后的那个定式，有可能黑棋的发展方向还在那边，啊，就是这样党，对，就是有一个这个定式，啊，另外还是往这边翻，对。搬了以后在这边断，就是说黑棋还是有可能往这边搬，就是，黑棋还是就是把白棋这个地方的出路给挡住了，对对，但这盘棋的话可能跟征子有关系，这个征子是吧，对，可能跟这个征子有关系，他没有选择这个，是站他是挡在了这边呀，又走了一个一样的定式，对，可以，黑棋还会，黑棋现在还会点角吗？哎，真有点角。这个棋这样的布局，在三年之前的话，不可能在职业高手的对局中出现。对。现在就突然非常的流行。是。而且现在好像，长的也很多。黑的长是吧，对，就是长，像这盘棋就是两个长，好像比较简单这个定型，对，现在白棋选择是这个方向挡，对，如果按照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这个，对，我也会挡着这儿。对，就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以我本人来说的话，经常就是挡的方向会和他们现在的年轻棋手的选择截然相反。对，年轻棋手的选择应该也就是目前人工智能的选择吧，最优的，对对对，我想他们这两个档类似这样的场景，这个档在哪边应该是人工智能会给出一个比较精确一点的判断，不过假如说这个档跟这个档胜利的百分比就差几个点的话，应该在人类棋手来说就没什么区别，几乎没有区别，所以在现在 AI 这么流行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不是还是得选择自己擅长的下法，对，是的，有可能不在于差这几个点，而是这个局面更喜欢什么样的对定型啊，这个这个这样，然后白棋飞，这些是顶，是不是白棋，我看现在顶也很多，以前还有拖，拖的话后续变化就是这个棋形，假如黑棋单拖的话后续变化会有点复杂，对，就是白棋会扳住，高手也都顶这个时候白的会退掉的，对，这个后续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变化，就退掉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然后黑棋在这里冲断后续变化就比较复杂，那么假如现在当没有这两个棋交换的话呢，当黑棋顶的时候白棋了，假如下这个呢黑的变化就比较多了，黑棋可能能够选择比较简明的一种定型，对，这个是接吗还是长这个还是飞这个，政治有的还可以飞，先可以接一下是吧，应该要接一下，长这个作战也可以，这两个对战斗来说，这两个交换黑棋肯定吃亏比较大，也就是说如果黑棋像刚才那个图走完之后，黑棋就不会去断这个了，因为这一下明显是损，对，要断的话就是这两下肯定损了，对，断这个就损了，对，
是这样。对，所以现在呢，下这个单顶的棋手比较多一些。嗯，不过好像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白棋往这挡的话，可能方向还是在这里，对，又回到这儿来了。对，这地方呢，这个跟我们过去的理解还是一样的哦。对，方向还是对。对，总觉得这个是低位，这不是发展方向，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发展方向了。是。他现在是搬了这个之后，嗯，再断，嗯。这个棋假如单连扳的话，嗯，他是吃这个吗？黑棋有可能打完了再吃，打完吃是吧？嗯、啊，这盘棋我如果单吃这个，你要吃这个吗？他好像是吃单接也有好像，哦对，单接的也有，单虎的也有，这样单接吗？嗯。我还想等到他打这个的时候，嗯，啊不，打这个好像不行。现在我还可以有可能把你吃掉，啊、哦，或者我再打也好，啊、嗯，那、黑的先打一下再打这个，嗯，这样的话，这盘棋的话，现在黑棋中子有利，嗯嗯，就白棋这个争不掉，嗯，假如争不掉这个子呢，白棋就比较无聊，这个后边的进程，对，这个当然是可以打一下，嗯。黑棋踢掉，白棋这个争不掉，只能自己补一个。嗯，这个方向好像也不太好。对，是的。那假如能争掉白的，还是比较好。嗯。所以现在白棋实战呢，是这个棋，它是断在了这里边。嗯。这是假如黑棋吃掉，白棋再吃下、嗯。对。这样的话，这两手交换，白棋就明显便宜了。嗯。嗯，黑棋如果再打的话，便宜很有限，是吧？嗯，有限。对，但好像真的挺有用的，就是以后这边发生战斗的时候，对，而且这个有可能就是被包住之后是活棋。对，那样的话就是黑棋再打吧这个。打吧这个的时候，对，嗯、假如这样打吧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区别实际上就在这个地方，对，就是白棋的这两下交换，嗯，白棋是便宜了。对。这里的气藏出来，对，气和眼位，眼位，对，嗯、眼位的话，有可能有这个都打，而且有可能有利，对，便宜了那么一点点，嗯、不一定能够对全局进程发生作用，但是这个对职业高手来说，这个就是一种心情，嗯，心理战，这其实是一种，对，打多少下总是白棋便宜的，嗯，对，是那。这个黑棋的话，肯定是从心理上是不肯输。对，所以说不管这个棋，所以这棋好像白棋不黑棋，如果选择这个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黑的都会提掉这个。嗯、这个定型是有的，嗯、对。然后白棋接在这，嗯，这样定型是有的。好像吃这个时候，不断这个，走这个，黑棋这样定型的很少。哦，打这个再把这个打掉很少，就觉得这两下被白棋便宜。嗯，是白来的，嗯、白棋。对，现在我们看上实战的进程。嗯、哦，就选择了一个。这个是一个最近非常多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定式了。定式。嗯，白棋搂。嗯。然后黑棋只有踢掉。白棋打吃。嗯，黑棋接上。嗯，白棋再打吃。嗯。这个地方黑的肯定是要断打一下。嗯。现在是黑棋飞起来，飞。嗯、啊，这盘棋白棋争子不利，所以飞。嗯，好像是白棋争子有利的话，这绝不就白棋比较好一些啊。如果能争掉白的，就绝不是有利的。哦，嗯。争掉之后的话，就是当时是争掉了，之后当然要防黑棋藏出来。嗯。但是他防的手段的话，他不是简单的。比如这样提掉，它是起码下在这，嗯，甚至于，对，现在的人工智能的选点可能会在这一带更远一些，效率更高，嗯嗯，而且这个地方白棋以后走过来也很舒服，对，因为这个气不用担心，气不用担心，嗯、是这样，这个 B 就厉害，嗯，这样的顶是后手，它现在补在这儿呢，因为。假如从眼位角度考虑的话呢，黑棋这个扳，然后这两下都是先手。嗯，
黑的这一带会厚一些，所以黑棋脱线了。对，在这里小尖，现在白棋又点了个角，哎，这盘棋就是点了四个角吧？嗯，满意，各点了两个，双方都很满意，啊、我觉得。他可能有些话，这地方是应该反过来说的。可能哪一方如果少点一个角，他就不满意了。嗯，所以他只能点角，不管满意不满意，他只能对，只能点角。对。这棋原来是这样、嗯，是为了发展这个方向，他是要从这个方向打的。对，有可能。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再回顾，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小尖是蛮有意思的一步棋。嗯。嗯，我觉得好像在这个 AI 的这个判断里面，嗯，像这种形状啊，就是嗯在续盘阶段、嗯、好像黑棋尖一手永远都是它会出现这个数字，出现，对，也就是说它是觉得这手棋就有一手棋价值，就有一手价值，对，嗯，还有那个就是爬完了之后打完了力，就大概不管什么情况它都会出现这个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角这个棋形。哎、嗯，这个是黑棋，按他这个说法的来说，嗯，他是真的是把这作为重点了。嗯，因为我们看见了黑棋的下一手，他是在这里跳。哦，换方向了。对，很灵活这个棋下的。是。嗯。那这个地方的话，这个结构很难把控。嗯，就好像自以为一个又觉得太窄，但是不为又太宽。对，这地方啊，现在白的打吃了，打吃完了呢、哦，他的下一步应该就是在这里下力。对，就是这个形状、啊、和那个尖，应该在这里立。对，好像永远都是有一手棋的价值。嗯，是，不管什么场合，对对对对，就说的是这手这个是吧，打了一粒、嗯、但这个难题就留给黑棋了。嗯，这一带黑的，对，假如想这样程度成控的话不大可能。嗯，是吧，这地方如果已经是算作黑棋的实地的话那这个效率太好了。嗯，但是不太可能。嗯，现在黑棋是先发制人，在这个地方、嗯、直接进来了，是下在了这个点上，是吧？嗯。啊，但这个点呢，白的感觉上不算太怕。嗯。啊，这地方厚，白棋这地方厚。嗯、对。他要出头，其实出头他就已经直接就出去了。嗯。要是我的话，肯定想都不想就走这儿了。啊、嗯。我也想下在这儿。嗯。不好吗？这手棋，我觉得挺舒服的。他还在现在白的还在思考有没有更好的想法。嗯，这个好像是第一个。哎，对，我是在想黑的下一手怎么下。嗯，对黑棋来说，其实白的下了这个点之后，黑棋的下一手是会是挺难的。对。因为这、嗯、这个方向有点不好，嗯，被他藏在这儿，这个白棋挺满意的，嗯，似乎这个点还是要抢的，然后这个从棋形上来判断的话，黑的有点兄弟打架，嗯，黑棋白棋再顺着拐出去，对，你这样方向上好像白棋这一带走棋的话，那我正好盖住了，嗯、这尖冲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点，对，啊。白的是下在这个扳，选择了扳。扳，现在这一带黑的已经那么厚了，这扳有用吗？嗯。没看出有什么后续手段。嗯。有些场合，假如这一带黑棋厚的话呢，白的是，嗯、比如说是，断一下，打一下，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点啊、哦，对，官子这里就不考虑他厚薄的情况，对，官子啊或者眼位啊都会好一些。嗯，哎，我们看见白棋是这样定型的，虎了一个，嗯，这是为了啥？他是觉得能走先手吗？便宜了，嗯，
当然白的不一定是先手、哦、假如不我们算它假如是先手的话、嗯、这个棋白的下一步还是要尖冲，对，那么这个交换呢，交换其实对这个是这手棋的压力是大一些，但是它的时控有点亏，嗯，对，是吧，对，白棋就是先走了这个打吃之后，另外一个判断就比较难了，嗯，现在黑棋不打吃这个，保留一下，对，比如说这一带的封锁，嗯，我是很想在这封锁，一直都挺害怕白棋对尖冲出来的，这个、封锁应该很大的，嗯，哦、他跳在这也是一种封锁，哦，但是这一带，我想棋友们要注意的是，不要封锁在这个地方啊、哦、啊，同样的就是从棋形上，嗯，做一个判断，这个局部的封锁有这样、嗯，这个是把白棋的出路封住了，嗯，还有这个，对，当然还有这手。这手跟这手，嗯，他这手棋呢，当然，假如这一带没毛病的话，这手棋是不错的，嗯。不过这一带六位有点薄，嗯，还是有，嗯，起码的话，比如说，嗯，这个地方吃了靠冲，还是有很多余位、嗯，还是。有点薄，嗯，连的不厚、嗯。白棋走这个，白棋是搬了一下，当然这地方搬以后，这一带白的基本上是成活了。嗯，黑的下一手是二十，他在了一个比较奇怪的位置上，比较奇怪的点上。嗯嗯，拆二，相当奇怪。嗯，因为这下面是漏的，相当奇怪。嗯，你说这边是漏的，对，不，他就想这边这个就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他其实想封锁你这个口，嗯，如果再远一点呢，就不是漏的更厉害吗？嗯，对，他有这个棋呢，他基本上就能把你封锁在里边了，嗯，但是他又没有勇气直接挡在这，对，这个恐怕是围不成空，围不成空，就。以我现在的感觉的话，我觉得围不成空也想下在这。嗯，因为拆二好像太窄了。因为这个时候，假如你真要进来的话，我反正就先吃吃看。嗯，就是连攻带吃，嗯、先吃着看，吃不了我把你攻得特别苦，黑的也是可以下的。嗯，因为这个棋，这个时候假如你在上面前一点掉的话，我就围一个。就有这样的心情。现在这手棋，他是想坚固的把他这个口收住，然后呢？又想围空。然后这个空，假如挡住的话，这个空虽然不一定是围的特别大的空，但是对白棋来说，他如何来破你这个空也是一道难题。嗯。还是想下在这，这是干脆利落的一手棋，挡在这。干脆一点。啊、嗯嗯，这个。这个好像就是给白棋选择比较多了，对，白棋我现在我削不削你好像都可以，是是是，嗯，这个是中途半端的一手棋，嗯，不过现在这个局面确实也挺难的，嗯嗯，不，作为黑棋来说的话，就是从它的配置来看，就这、嗯、现在黑棋这三颗子的效率比较低，嗯，不高，嗯。方向不好没走到目，嗯，是。现在黑的就对这一带是寄予厚望，嗯，我们看是白棋是下在这里的，掉了一个，嗯，对。黑棋当然这个棋形是没有空，对，没有心情了，再围空，嗯、所以他费功，嗯。那么白棋、白棋就尖冲下来了，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对。又补强自己，又倾向黑棋。黑棋，哎，这手棋我觉得还是不算太好的一步棋。嗯，爬，白棋长。长。嗯。以后的下一手应该会在这地方。嗯。不管怎么说，这手棋黑的总要下的。必须得攻击一下。不下在这儿的话，黑棋还能往哪下呢、嗯？绝对不可能的是，才这一带爬过。嗯。这是不可能的。嗯。现在这一带定型、哦、这难道又要靠下去了吗？
搬了，他会搬，可能是会靠。嗯，白的应该会搬住吧。白的应该会搬住吧。嗯、因为这个龙心杯的规则是每手棋30秒。嗯，对。然后有10次，对，1分钟的自由的支配时间。嗯。所以，因为是快棋的话。就类似这样的棋，必然的一步棋的话，反而会下的比较慢。嗯，他会想到，比如说接近30秒的时候再入，再想后面的几十步棋，再下后面的棋是，嗯，再下比如说这手靠的棋，嗯，黑棋真的是靠下来了、嗯。这绝不是常见的一种定型的方法。嗯，白棋应该也会冲吧？嗯。应该会冲吧，很少有场合白的会单下来转、啊、似乎也有，嗯，是吧，也有，不让他滚包，对，我还是冲好，嗯，可能都是一些场合下法，嗯，这地方黑的要露后手啊，嗯，后手应该是在所难免，这个不能再进攻一下的话，黑棋这个很露空下的，嗯，就是这样的子，白的是有10多目的地、嗯、现在你这怎么也点不出10多目的地，对，这地方其实黑的目也非常小，全局黑棋的实控、嗯、这压力太大，嗯，而且又是个大铁目，嗯，现在白的还在长考吗，这地方不冲过去，对，嗯，冲了，看起来好像用了一次，嗯，对，看起来用了一次，嗯，谢科的棋比较快，是黑棋断断都下得很快，嗯，嗯，现在的下一手白的是有吃这个和吃这个的，嗯，两个选择，对，好像也不太想往那边发，不想往这边走的、嗯、这边走的出来跟那个棋形很类似，嗯，对，但是感觉好像这条边要比那条边要大一点，嗯，不过我是觉得黑棋这一带不敢进攻的话对黑棋来说是一种失败，嗯，整体来说白棋子效还是优于黑棋的，嗯，它都下在地上对，它有地，嗯，很实在、啊、这个我们看它实在，嗯，果然还是，嗯，就简单的吃这些吃、嗯、把这些吃掉，吃掉，现在黑棋能脱先吗，这也不敢，黑棋粘上，对，还是补了一个、嗯、那这样的话又该白棋下了，白棋是不是可以补强中央了，对，嗯，补强中央的话会不会再捞一手啊、哦？再捞一手，或者就挑一个，嗯，从头也是有可能，不捞也没什么，这地方、嗯、这地方黑的下也，我有这个之后他要成空，这成的也不会太大，嗯嗯，哦，是这样，把点过来了，点一下，嗯，不管怎么样、啊、想先便宜，这个下的比较凶，嗯，不过肯定点不到，嗯，类似于这样的点，AI 是特别推荐啊，他觉得就是假如黑的就接上的话，他这个胜率会降10几个点，哇，是吧，嗯，他觉得就便宜占了很大很大，嗯，所以我们现在人类棋手的话逢点基本上也是不沾的、嗯、有这样的反击、嗯、有这样的反击，嗯，是这样，他不过作为白棋方来说的话，他先点一下呢，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嗯，会有一些好处。对，但这我就觉得，对于水平高的棋手来说，他好像后面怎么都能把这个子用上。但水平稍微低一点的棋手或者业余爱好者来说、嗯，这个点到底便不便宜，还真的很难说。嗯、最后不见得能用得上。对。嗯、但是咱们也可以试着用一用，试着用一用，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步棋。对，以后就是作为白棋来说，它不是非断不可的，嗯、断这个黑的可以拆出来。对，假如白棋断了，黑的就拆这个、嗯，
它可以白呢有可能可以下来这种点。嗯，也就是说白棋以后这个棋士还是希望黑棋能把这个粘回去，接回去他就就成功了。嗯，好，白棋点到这儿来。嗯，看来这个白棋下的挺凶的，补强自己的时候还要威胁一下。对，他这个下一步靠在这儿就把黑棋分段。嗯，黑棋好像没什么心情联络。嗯，你这样连一个，主要白棋太缓了，这块棋活得太坚挺了。对，是的，全是后手，你没这块棋也会不会有问题。嗯。嗯，黑棋可能是不会有心情往回补了。这地方如果黑的找不到进攻的步调的话，嗯，黑的还时空上的压力比较大。嗯，而且这个30秒马上要做出选择，是，真的是挺难的。并且白的这一带把黑棋分段之后，马上就形成了反攻了。嗯，对。黑棋得小心了。嗯。这棋这样棋好像也作用不大，它正好盖住。嗯。太过了。嗯。黑棋不好分开白棋。对。不好分开白棋。嗯，白棋下面两个字是不一定非要连起来的。是。哦，它从这里来。哦，从上面来。20。嗯，他找不到别的点的话，这个也许是一步棋。嗯。他是想白棋如果连往回连的话，他可以往这儿盖住，是吧？盖这个吗？嗯，这样连的话，嗯，可以冲一下盖住，冲这个。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嗯，冲这个好像怕有一个步调是。嗯，这28。哦，他直接就他直接就刺在这儿，刺在这儿当然也行，他接上的话。他再回来，嗯，这两个交换总体上也不会亏。嗯，刺着应该也不会亏。黑棋反击了，谢科这手棋下得很快，对，胸有成竹的样子，刚好预料到了白棋会点一样。白棋真的没有马上冲吗？不能马上冲吗？马上冲黑棋会不会搬？搬，嗯，再下来他给你挖断。嗯，10。嗯，这白棋走这个也挺好，白棋尖回去。实战将军选择尖这个，好像下的也蛮快的。这个也是一个步调，对对对对。嗯、现在因为这两手棋都是黑棋所不愿意下的、嗯。对。有了这个之后呢，就让黑棋这手棋就。不能下。嗯。现在他下这个呢，也不是好心，所以黑棋实战搬在这儿、嗯。对。这样他变成一个后手。嗯。那是不是白棋还比较成功呢？白棋对啊。嗯。这下白棋有分段黑棋的手段，嗯，靠也好，飞也好，都把黑棋分段。嗯，跳出去，这样的话，黑棋这个点的这个死就比较。对，这个不能就再让黑白棋下一手。嗯，这个白棋应该是先手。嗯，黑棋应该跑吧？就跑。那这样的话，觉得不跑这个子被白棋一尖就吃掉了。嗯。那肯定是亏了。啊、跑之前可能这里小尖一下，是不是有点有？白棋走重，先。对、嗯，你要挡住我再跳出去这地方。嗯。啊，它是小尖了一些。是小尖了。这个是一个棋形。嗯。但是黑的白棋不一定肯定在这里挡，是吧？嗯。
这边摆黑棋这两个字好像也越来越危险。不能，白棋要花手是把它分断。嗯。现在这是不是也是一步棋？嗯。尖顶一下，是不是也是？啊，他用了简单的飞。飞，嗯。这一代黑棋应该不会花手，是把它冲断，冲断是后手。嗯、对。这个棋感觉黑棋也挺难下的，因为白棋这边还算比较厚。嗯、对，黑棋就地生根做活的余地没有。嗯，往这边走。这个二路子都有二，白棋都在二路都有子了，这一代黑的眼位匮乏。嗯。他是走这个，只能想怎么出头了。嗯，这个，嗯，像是一步好棋，因为走这里的话，正好被白棋封在里边，这个黑棋大坏。嗯，走这个的话，外边就这一带白棋不好，很好的封锁做黑棋。嗯，啊，他就跳一个。白棋下的堂堂正正，嗯，没什么弱点。白棋这个棋，黑棋这个这条缝隙啊，嗯，这个缝隙有点小，往外钻的话，嗯、就地生根呢，这眼位似乎又不够，嗯、因为现在对黑棋来说有点困难，嗯。这样的小尖的效率有点低下呀。嗯，出头黑的会下在哪里、啊、这个时候真的是很难、嗯、而且还得在30秒之内做决定啊。嗯，实战真是出人意料。这个棋完全已经，这三颗棋已经完全活了吗？对啊，黑棋完全置这块其余不顾。对，恐怕他想单纯的如果去做活，对，把这块棋做活或者跑出来的话，这个局势已经不利了。嗯，所以才选择这个比较拼搏的下法。对，嗯，不，因为这个地方让白棋挡在这儿的话，黑棋其实这两个子现在很孤单，对，或者说处境不太妙。嗯，因为这地方白的多了两个子，简单的走的话有可能被黑白棋封锁在里边一跳、哦、直接就有可能死了。对，嗯，有危险。嗯，他跳在这之后，现在白棋是靠这个，嗯，这个比较扎实、嗯、因为这一代下棋吧风险很大。嗯，白棋在这一代下不吃掉的话，不把白黑棋这三个子吃掉，他就亏了。嗯，但是真的要就是说，你说100%就把它吃掉，也其实也不好说。嗯，或者这个是黑棋的，应该是先手，这个盖过来，棋形挺好的。对。所以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胜负手。对对对，其实我下棋的时候特别怕碰到这样的对手。就是这边，对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了，总觉得他很危险，但是他反而还不理你，突先。对，这个时候其实白棋还是挺有压力的，如果说没有好好利用这手棋的话，这个局势可能一下就，是是是，因为你现在白的比如说这样的棋是他花手速进去了，对，这手棋是很扎实的。嗯，起码现在就是接着你什么都不下，我你这两个字就不好活。嗯，你跟着下呢，他也就跟着顶。黑棋有断点，连不上了。对对对，是、嗯，他下的很扎实。嗯，现在黑棋在这里反击，反击的话，这手接很舒服，所以这一带会有影响。就冲，暂时不能成立了，我觉得、哦、黑白棋可以胡。五。一打出他一长，啊、嗯，哦，黑棋危险。对，这地方有冲出来，嗯、你要接住的话，
应该白的下什么这黑棋都不会好。嗯，白棋全棋上贴着的，嗯，对吧？对，把这两个子拿下应该拿下之后，他这个还没活呢。嗯，活起来还很像。那现在棋我看不出黑棋什么好棋啊。哎，这不靠就是是靠到了黑棋的这个腰眼上了。对，哎，从这一带来。但这样的话，我估计白棋就不理，你硬他吗？硬硬我冲。哎，这样会死，这样这对会死。我会死。这样你中计了。啊，对。这样你中计了。哎，完全中计了。对，你不理的话，我顶这个。对。还是长这个。然后再把这个顶出来，是吧？还走这个，嗯，这样白棋有没有可能这三个不要了呢？不要，对，是有可能不要，嗯，但是走哪儿不知道。这样的话，或者这样，这样，嗯，这样空够，可能也够了白棋啊。嗯，对，是有可能也够。哎，实战黑的这意思跟这个尖有点像。嗯。接着这一冲把这子冲掉，然后这地方呢它有一个压过来的棋。 嗯， 这个也像是一部好棋的样子。嗯，也就是说两边我能走到一边。 嗯， 嗯，看来黑的这个形状确实还有点弹性。嗯，对，嗯，白棋走这个好像不太好，嗯，因为它正好盖过来。嗯，这样的话，其实白棋这个地方也是有点危险了。嗯，那简单的，如果走这一列的话，它就冲过去了。冲过来了。这个子现在动不了。嗯。这个子死掉。这样的话，一棋好像有眼位了。嗯，是。嗯。起码是在一定，哎，是下成这样了。哦。白棋是这个黑的冲，对。那白棋是这样，对，点。这个是这个继续攻击黑棋，攻击对，因为有了这个棋，这手棋又可以成立了。嗯。我们看有这手棋的话，这样它就藏出来。嗯。走这个，它就正好在这里冲。那这样说的话，看来白棋这一步靠也还好，它也并没有。多亏看起来啊，对，嗯，把这个补掉。最关键的是，这只要黑棋吃掉这个子，只有一个眼。嗯，还不不能做出两个眼出来。现在白棋把这个黑棋这个跑尖的跑出来，已经补掉了。嗯，其实现在是黑棋是切这个，切这个。那我有没有可能就虎了？有没有可能呀？如果就虎了，比较实惠了。这样好像黑棋直接来是不行的。嗯。搬一下，白棋有可能就不走。搬我有可能断你一下吗？哦。不能断，断你一冲把我冲掉了。嗯。你搬这个，我就把这个贴回去。但这样的话，我可能这下不能打掉。之前不能打这球，单扳。嗯。单扳它会接上吧？接上比较厚啊，棋形上比较厚。哎，黑棋还得接在这里。粘上还得。然后白棋再把这个贴起来，这样还这样。嗯。不，但是你走这个的话，我可以先断你的。嗯。你再断我就无所谓，这个我可以给你。黑棋白棋，你这两个亏了。哎，对。嗯，对。而黑棋亏了，是，嗯，所以还不能随便先走，这我就跟你下。黑棋的次序好像还不好掌握。黑棋实战是吃这个，实战是单吃了，嗯，那这样白棋跑呢？嗯，跑，嗯，跑。哦，黑棋是可以冲这个，是不是？冲这个的话，我确实是很想挡这个，我就冲过来。对，你把我这个是吃了，但是我从整个把你封锁在里边，你活吗？哦，嗯，我还是不活。嗯。
只要你这两下特别特别顺。嗯，是。好像也不太好活啊，这个棋。对的，还是有点苦。嗯。他实战是长了是吧？已经长了。实战。他是冲了这个。嗯。这个我跑呢。他现在跑呢。他要冲这个吗？哦。还真是。这么可怕吗？他是接这样冲过来。嗯、这样。把这个冲掉，再把这个接上。哎，这个好像可以。这个、白的还真不好下呢。这个、白的下一步下。好补外围。要死吧，白棋、嗯、这三个要死的好像。对。啊。哦，原来黑棋有这么直接的一种下法呀。啊，是这样啊。嗯。啊，他不能跑的。嗯。啊，现在他没跑。嗯。跑的话被冲过去就冲坏了。嗯。他这长一个是破在他的眼位，又把他封锁在里边。嗯。啊，这样。这样我们就看看他能不能。这是能不能活。绝不能不能做活。嗯。嗯，这个地方但是他时刻还是要防着他这个出来。嗯，黑棋挡了一个，嗯，白棋立了一个，对，因为这棋搬是没意义的。嗯，搬的话他挖一个，只能粘上。嗯，他怕从这地方冲过来。嗯，这时候白棋已经不能往这儿冲了。对，这个黑。这个白棋棋形不好，所以他立、嗯、单立。嗯，黑棋有点难，有点难、啊、这个形状白棋刚刚好，可以全部蹭住。嗯、对，他一因为这地方你搬这个的话，我可以断掉。嗯，吃这个我就一吃。对，这个就不黑的不是太好掌握现在。嗯。挺难受的，帮黑棋想想办法呢。嗯，嗯，有点难，有点难啊、哦。对，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嗯，下棋的时候应该很焦虑吧？这个时候，对，对，棋手的压力这时候。对。那而且还是30秒，必须得想折出来。嗯，不，他应该黑棋应该用掉保留时间了。嗯，自由的支配时间1分钟或者2分钟过去都可能的。黑棋如果顶的话，白棋顶在这儿也没事儿。哎、嗯，白棋，黑棋如果顶的话，白棋是不是就走这个？黑棋也可以啊。嗯，黑棋也难受。不，他这地方还不能走太多。这地方还有一个这个吃对拐。两边通连，白黑棋自身这地方还要防止白棋走这个，他又没空在这一带补一个，可能整体的眼位出问题。对，他如果补的话，白棋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可以不下？嗯，白棋不下，可以下这个是吧？嗯。啊，他挡下去。继续挡。但是他应该是跳。跳，嗯。然后呢？嗯，有什么突袭人的手法？没有想到。挡下去的话，要防止黑白棋以后有可能从这里冲过来，把这三个吃掉都有可能。嗯，困难，黑棋有点困难，有点困难。白棋在考虑，应该是跳过去了。嗯，跳过去。跳过去之后，黑棋这个是后手。嗯，得靠过来的话，他，哎，顶还是什么顶？顶就顶过。嗯。从这白棋这几招杀棋的这个手法，我们好像真的看见了这个嗜血狂人的这个真面目了。啊、嗯。对。这个杀棋好像他确实每步棋都下在点上了，黑棋现在真的很难。是。
这样，现在实在是这样。嗯。他在想什么呢？对呀、啊。嗯，就是说现在白棋还有什么别的转换吗？这种肯定不行了。其实都想冲掉。冲掉吗？就不要冲掉。如果冲完了，这边好像已经没棋了。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冲掉它？嗯。还是，嗯。冲大就不冲好。嗯，跳他在想什么？跳吧，这个棋，你把它看着这有一个的话，这就是唯一的一步棋了。因为这手棋，很显然是有一手棋价值的。嗯，有跳这个之后，白棋以后后续手段，这地方可以冲过来，这地方可以冲，这地方可以滚。嗯，是吧？这个地方所以黑的肯定是欠一手棋。嗯。哦，白棋这步棋，我觉得至少用了两次。两次是吧？嗯，对，我也觉得是。这个时候确实得好。这个不过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姜伟杰还是经验还是很丰富。嗯，这个地方确实是胜负最关键处。嗯，可能就一锤定音的地方。对，一定得想好了。对，嗯，我们是说的，比较简单了，就挑一个就行了。但是他们作为对局者来说，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另外的一种担心。对，嗯，因为他们出一个小毛病的话，一盘棋就输了。嗯，我们在这讲解很轻松，什么地方没看见？哎呀，这地方没看见，没看见就没看见呗，没关系。嗯、他们可是一盘棋、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吗？但是他还是姜伟杰一直在这里考虑的话，嗯。他一定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哎，他是走这个了。哦，先点这个，他是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呢？二十。嗯，真的是他是不怕这个黑棋把这个两个都吃掉。嗯，因为白棋，哎。白棋现在是也只能走这个嘛，嗯，这样他就满意了，白棋就满，嗯，但是主要是黑的还没完全活，吃掉两个礼盒，主要是我们没有看出来这个单跳过跟这手棋有什么关系。单跳过呢，他怕这个走不着呢，就是说走、有了这个之后，他是可能想搬出来，搬出来本身可能也会能搬，有这个之后不是搬出来，哦。明白了，但是搬可能本身也不是好棋，因为有这个的话，可从眼位角度来说，也许也应该顶的，因为你搬的话，这地方是黑棋有点手段，嗯，他不得断被你一接是啥棋也没有，嗯，打吃嘛，他就一接上，这个接上一进棋完了，但是你这两个交换现在有点用。如果没交换，他可以再打一下，再把这个接上。嗯，下面气是黑的，吃白的。对，所以有点用。但是本身，我觉得这个、在有这个接的情况下，这个扳就不一定是好棋，因为它有个袜。嗯，这白的好像可以走这个吧？哦，把它吃掉了，它一个先扳一个、是吧？哎，这好棋。啊，这样子可以吃。不过我觉得他这个坚持，他就想着这个，因为这样是不是，嗯，是有一步好棋是把黑棋吃了。我们看现在白棋的姜伟杰是下哪啊？他是，嗯，这样的话也是跳，可以搬这个，对，嗯，一定要先搬，再把它外边棋守住。嗯，他这个尖一个确实比较狠。就如果说他单跳的话，嗯，黑棋粘上他再尖肯定是尖不到了、对，那是可能尖不到，嗯，那他实战是把它定型成这样，对，也就是说他判断黑棋走这个他肯定不会吃亏， 对，所以他等于先尖到再这样、这样他还是可以跑，还可以跑是吧、这边黑棋走他还可以搬是吧，就
十扇黑棋直接冲断了。嗯，这个棋有意思了，看看外边到底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嗯，里边黑的自己觉得已经处理不好了，往外突围，这个棋有把握吗？我觉得好像白棋肯定把它打住。嗯，打劫肯定不可能，我觉得，嗯，就是做这个劫是应该是不可能的。嗯，白棋打住。对，这样打劫可能吗？这个这劫不够的，太重了，黑棋。所以他应该是，嗯，还是接上。哦，接上的话，这地方是有断点。对，我是不是得补这个？嗯，否则他在从棋形上从这里靠出去，嗯，看看是个什么情况。靠这个的话，白棋应该不见得有勇气，就直接冲断。冲的话，它一断，白棋的棋形不好用。嗯，对，是没法补了。现在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这两个子估计要死的。对，黑棋打吃这个。对，这个是先手大概有问题啊。嗯，我只能把这个补回去，那这个气应该是不够。嗯，对。嗯，是。白棋直接冲是不行，那就先不冲。他可以，就这一带先手，然后把这跑车把这几个吃掉，这一带白的整体变厚。对，这样白棋应该也是很不错的。那白棋最简单的是不是搬一个就可以满意啊？你可以，不退一个，退一个可以，退一个你有一点点要担心哦。哦，不是，就是他离回去之后，嗯，他别有个搬，搬整体上，整体上你别眼位不够，我还得被收回去。对，要被收一点。我这个地方看这个，嗯，不是肉，不是收哦，你这个要出大问题，是我得小心，是吧？这样要出大问题了。这个，不，他这个先手，对，这个先手一冲掉，这个也不活。嗯，他那不只能吃这几个，这几个你中央不行了。哦，那这个时候白棋也。白棋不还不能马上来吃，先把这个眼位要对做起来。对，哎，白棋实战是推的这个。嗯嗯，黑棋如果接住，白的现在还不敢尝这个吧？可能对，白棋能尝吗？嗯，不敢尝吗？白是不是得先这边走一走，靠一个是吧？靠一个，嗯，靠一个，棋形上也挺好的。走一个，对，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棋形。嗯，接下来搬也很顺，但是这个就有一点点乱，他黑的拼死就把这个接回去。对，黑棋肯定要把这个接回去。嗯，你现在白的这块棋没活。嗯，白棋是把这个搬下来也很大。对。嗯。所以说吃这个还得小心呢。刚才啊，不能觉得不能去轻易的吃这个。对，刚才觉得吃完了是不是就已经赢了？结果发现人家这先手这块棋都不活。是。嗯，还是得小心。啊，现在姜玉杰在长考。嗯。这个靠是我们推荐的一部棋，蛮好的，这个靠，嗯，有了这个棋之后再搬下去很厉害。嗯，是吧？你要走这个搬下去。对，先把这个眼做起来。不过黑棋不就当时白棋这个刺也作为一个锁手，实际上也付出代价。嗯，那黑棋这里，哦对，先手冲断，然后这地方就产生挖了。嗯，那刚才好像还是单跳比较稳健一点。嗯，实战白棋确实是靠了一个。对，嗯，好点。黑棋很想拼这一下。嗯，很想拼这一下。
黑棋是不是只能拼这一下？对，然后拼了吃这一块。嗯，因为再硬它的话，这就硬不完了，再被他一挖，对，本身你这局部就不怎么好下。对，所以不好硬。哎，是走这个了。嗯。立，嗯，白棋十，反正做我做对局者的话，我是不怕对手这么立的，我是怕对手这么来，对，直接来吃，嗯，这边已经看不见了。来不及看了。嗯，这样的话，白棋确实黑棋气很长。这个是差一手棋呢。嗯，对，那白棋先下，这一代黑的有下得动什么吗？嗯，没什么特别的下。是哦，白棋先下，白的这跳出去了。嗯，扬长而去。这个黑棋飞一个确实是时机哦，飞一个时机是吧？拼一下。嗯，对。这个时候白棋还真是，嗯，黑棋可能觉得战线还长，而且不想在这里跟黑棋，跟白棋一决胜负。哦，但这地方白的还下得很凶，还挡回来。嗯，挡回来我们看见了，这地方有个挤的挖。嗯，然后这地方还有刺的跳。所以白棋黑棋这一代棋形不行，嗯，得虎，他只能走在这里，嗯，相当的难受，嗯，那这样白棋走回来，嗯，哎，白棋看来白棋不光要活，要整个连在一起活，连在一起活，嗯，是有很有机会，对，这样的话感觉这地方就有眼嘛，这地方或者压对，压也很非常挺的一个棋形，嗯，看着有眼，对。压的话它破眼可能只能破在这种地方，嗯，而黑棋这个中间这块棋好像还没有完全活，是这样，黑棋花了一手飞回来，嗯，那现在白棋只要把这块就活了，嗯，控就行了，对，看起来是这样，嗯，但是快棋的话也是看不清楚这个东西，对对，实战白棋是飞了一个，嗯，飞一个还在攻着黑棋呢，嗯，黑的自己也不能被白棋围在里边，嗯，谢克下得很快啊，靠在这，嗯，谢克下得很快，嗯，看来对这种棋形他们都是天生有这种感觉，嗯嗯，应该这个棋形的弱点在哪好像都很清楚，是，嗯，白棋能搬一下吗？这搬不好是吧？搬能不能搬？棋形上很想搬一下，嗯，搬黑棋能不能搬出去呢？但是我打呢你能跑吗？打了对，打，嗯，不能跑了，好像你跑我点但非点一下，嗯，不行这样，不过他可能觉得他单接，哦，单接你不一定便宜，退一个，哦，这地方有眼这块就活了，嗯，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判断，你搬一个像是一个自己能够得到处理的一个总是有帮助，不过小江可能现在觉得他还想攻黑棋，嗯，把这个接回去给黑棋这里制造一点，原来他是这么想的啊，可能黑棋粘上，那他是不是要长啊，嗯，哎，长会不会黑棋断了，他是不是要粘上，
对，粘上也很响，对，很响，响、嗯。这段段有先手意思啊。嗯。很厚。想粘上。嗯。它粘完了，这整块漆就活得很好。活得很好。活得很好，活得太好了。嗯、对，嗯、哦，是粘上了，是粘。对，小香下得很顽强。嗯。你假如搬一个的话，它就跟着你长。嗯。这样白漆中间基本上有眼位。是。嗯。啊，黑的是搬了，白漆现在没长、嗯，会长吧？看着像长。这个地方黑起来欠个死漆，啊、嗯，现在可能够不上。嗯，长了是粘。哎，生物则。嗯，好，点过来。我是说，这个放生物则，很吃惊吗？嗯，这样还行吗？心里是怕怕的。这样还行吗？这样白棋是不是活了就行了呀？对，白棋活了，白的应该能活了吧？嗯。黑漆只能贴十，嗯，它是虎在这，嗯，谢科是完全没有想拼命的意思，觉得形势还挺好、嗯、是吧，二十，从眼位上破白棋眼位上来说，这棋应该接在这里，嗯，但是没有想杀白棋，不是因为白棋这个是对脚步的线索，这个是个断点了，对对，就是但是他如果这样就补自己补后的话，目数能够吗？对呀、啊，说嗯是啊，看起来白棋那个角确实是挺大的，嗯嗯，他还是盖在这，那黑的冷无可冷了，只有点在这、嗯，还有什么别的去想，想不出来。嗯，你再走别的话，白棋恨不得眼位要下在这儿呢。这个点是先手，走到这儿还能围好多目。嗯，尖，嗯，白棋粘上。嗯，十，这个时候黑棋才有想法的话，那这个还不如粘上。但是。嗯，可能也不见得好，确实也不一定好。嗯，因为这地方它保留着这个压过来，还是围的，还是有先手意味嘛、嗯？这还是有断的意味。嗯，断完之后，它也是困难。是这样，就是这个地方被它压过来之后，黑的这里。正要补棋的话，这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嗯，再补回去的话，又差一手棋。本来这地方起码可以顶，可以搬。嗯，他现在是这点这个，十，白棋靠，二十，这个时候感觉已经很难杀白棋，这个地方还有冲断打吃、嗯，对。哦，黑棋自身还有断点，并不是特别厚，不好吃，嗯，非常不好吃。黑棋退，白棋顶上顶住，嗯，看着白棋这个形状，这边形状好像目数还挺多的，黑棋也靠不下去，嗯、对，嗯，这一连串的目还有这儿的目，主要那个角太大了。黑棋对，目数上黑棋没有目，对，没有数不出的目，嗯，这下这人十目多一点点吧，嗯，这两块这个黑棋下面这个和白的这个可能差不离，嗯，是吧？嗯，白棋这个孔加上那个角，这个角，盘面都不差，嗯。那黑的确实这个时候
还是只能对，只能对这个白棋这块棋有想法了。这个龙也是很难吃啊。嗯。下在这？像是一个棋形的要点。对。嗯。但是被他冲了打吃呢？对。黑棋也是有点难办。嗯。黑棋外围，只要是不是很厚。嗯。啊，先从这来。先加一下。嗯。那白棋这个大概需要粘上吧？粘上，粘上。嗯，这个反正加就加，也不一定肯定便宜。嗯，因为本来这个是绝对先手，嗯，这一带后加完之后，白棋这个压的味道很好。嗯，站上，认为白棋这个中间肯定是不用担心的，没有生死问题。你说白棋中间肯定不用担心。嗯，哦，我感觉他那不粘是不是？那白棋很用心，稳操胜券。如果不用担心，嗯，但是他，我觉得白的这个这块整个大龙的生死，嗯，是现在白棋唯一要担心的地方。嗯，对对对对。啊，嗯，但是白棋这有一些先手，感觉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又感觉应该是有一只眼吧？这个地方是吧？嗯，也不好说。很像有眼的样子。嗯，对。主要这个地方，这地方白棋绝不压一个，压一个。黑棋只能。黑棋只能靠着破眼。靠这个。嗯。靠这个。好像，嗯。反正不能下在这地方，这地方我一扳一顶就活了。嗯。靠在这里。但这样的话，白棋这一冲一加也出去了。不是，这地方，这地方是这样。这我有，好像我还有扳，哦，连扳的手段有吧？有，我对，一加也一加还加出去呢。嗯，不是一加，你本身这是怎么跑？对，我冲，你本身这是怎么跑？对，我冲先手，冲就没了。嗯，好像你走这个就是有个眼了已经。嗯，白棋这里有个眼的话，整个的大块应该是不太好插，比较安全的。黑棋还是捡过来了，这里算白棋有个后手眼吧。嗯，白棋冲。嗯，黑棋挡。黑棋挡。嗯，白棋打吃，黑棋就退了一个，是这样。黑棋不退也不行啊。嗯。黑的如果跑，可以打吃接上，对，打不打都没关系。嗯，就断还是先手。还是先手。嗯，对，黑白棋就打了一接上就行。嗯，这个还是不敢跑，黑棋还是选择了退。嗯，这样的话等于白棋已经连上了，白棋贴，黑棋退。黑棋退。嗯，白棋顶。好，那白棋应该是活。这个虎跟那个斑，对，这个地方白棋下来，这后边还有断点。嗯，这白棋不难处理了，已经。嗯，黑棋现在下这个，白的应该已经活了，没问题。嗯，这三个眼都要做出来。嗯。所以黑棋应该只能下这个，但是白棋搬在这儿的话，因为这里还有断点，黑白棋这一带都有先手，嗯，所以做活也不成问题。二十一，二三。这白棋其实对于谢柯来说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如果赢了这盘棋的话，啊，他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哦，他输了这盘棋是已经没戏了。对，他二连胜之后，对，他如果三连胜，他后边的三连胜是比前最初的三连胜要厉害。对，他可以力压前面三连胜的韩一舟。韩一舟是，对，对，在之前已经取得三连胜。对，而后面如果说有人再有三连胜的话，那就是下到底了。
也就是说后面还剩下杨鼎新、十月和连笑三位棋手。三位棋手。嗯，对，他就其实事实上他已经出现了。他其实这盘棋谢克在赢了加密界，他已经进入了半决赛了。对。啊，对，这盘棋很关键，对小江来说可能还有点遥远。对。小江如果这盘赢了，只是他在本届龙兴战中赢的第一盘棋。嗯。他他必须赢三盘才能，必须赢三盘。小江就赢了今天这盘之后，还必须还得再两连胜。嗯，啊，这么说，我觉得在小江这个位置还真是挺难的，因为后面还有杨鼎新、十月这样的对手。嗯，对，所以就同样的三连胜的话，嗯，他后边的三连胜要管住前面的三连胜。嗯，这也是这个赛制非常合理的地方。对，这个赛制蛮特别的。对，挺有意思的。对，这样的话对于后面的人，因为他的对手也变强了嘛，嗯，他还是有一点优先。好，我们先看棋局，我们有时间的话，对对对，再聊聊这赛制。这赛制确实是蛮有趣的一个赛制。嗯，那么黑棋，黑棋搬搬，嗯，白棋实战是连搬，这是下得很凶。不连搬，嗯，不连搬也不一定不行，但是连搬行的话当然就连搬了。嗯，因为这地方不怕，首先不怕黑棋在这里打出，打出的话他还要补这个。嗯，这时候黑白棋可以断进去死了。嗯，是，所以他也不能单走，单走的话这虎形体型太好，所以他打吃一下。嗯，粘上黑棋再打吃是粘上，又打吃了一个，白棋跑，黑棋贴在这儿了，嗯，贴在这儿了，这个是好像不行哎。嗯，这个好像是不行。白棋实战是一打吃，这个，他当然作为黑棋的希望，嗯，他是下这个，然后他再把这个眼破了。不，其实好像白的也能活，活是活。对。哎，这个顶是先手，这地方还有眼。嗯。不过这个地方黑的打在这里就比较简单了。嗯。打在这里之后，我们看见了实战，白棋下的这个搬，这是一步好好棋。嗯。嗯。因为这手棋，假如单受这个气的话，黑棋这个气就快了。嗯，打吃，他可以在这里打手，嗯，这样就把白棋吃掉。对，所以他先搬一手，这是一步很好的一步棋。打吃一搬，嗯，这步是一步好棋。你假如走这个的时候，他就去黑白棋。哦，这样黑棋就收不住白棋的气了。嗯，这样打吃他就白棋快气。白棋是下的，黑棋是打吃了这个，黑棋是单走啊，是打吃这个，对，然后把这个吃掉，嗯，白棋贴这个，贴这个是这样，哦，这样，哦，白棋，对，不对，是白棋贴这个，黑棋长这个，啊，啊，那棋结束了，嗯，对，那最后的结果是这样，长这个，黑棋叫吃，白棋。黑棋提掉，白棋一进气，对，这样白棋就活了，只有半个眼，只有半个眼。对，这里的眼都不需要，下面度过也都不需要。嗯，对，嗯，这个棋，那这手棋就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了。是，就这手棋最后一手。嗯，对，没有。白棋下完这手棋之后，谢珂就中盘认负了。是，嗯。那我们看他们现在两位棋手在复盘。嗯嗯嗯，他们还在摆这个中间的变化。对，嗯，这样看起来有一个打劫。嗯，如果现在黑棋，如果现在白的把中央这颗子提掉的话，嗯，还是有一个打劫。对，那么不过再下是要比他实战要复杂的多。嗯，这个他们
在这局部有杀气，嗯，大型杀气。对，但史镇这个姜维杰选择的这个变化还是挺鲜明的。对，白棋，嗯，对，是，对，所以谢珂在这盘棋下完的一瞬间，他就指出了中间这棋黑棋可能下的让白棋过于简明了，所以他是，哦，对，他是在摆一些复杂的一些变化。不过这个样子好像黑的气也不一定够。嗯。两位棋手现在在摆的这个场景，嗯，确实是胜负的关键处。关键处，嗯，对。看起来这盘棋，姜维杰确实发挥的不错。嗯，我感觉黑棋没有特别明显的机会。对，好像是。嗯，所以现在谢珂在找机会，绝后再找机会，嗯，当然也不见得能找得出来。对。吃掉这一子，哦，吃掉这一子，白棋也把角吃掉。对，白的可能不见得要把角吃掉，也够了。但是姜维杰比较狠，你看他刚才，嗯，对摆的这个图，摆的，其实不吃掉就如果能活掉，就也很不错。嗯。嗯，这个时候头绪还是稍微有一点多的。嗯，那这个棋是不是，就是一开始这个布局黑棋好像，下的有点难，嗯，之后中盘的时候黑棋就拼了一下，但是没有拼成功。对，白棋下的还是，嗯，没有留下什么漏洞，这棋。黑棋刚才中央挤了一个，下是一不好棋的样子。啊，还是有点用，对不起。啊，等于说他拐一个先，也没有什么用。对，也没有什么用。是。其实在这局结束之后，看棋手们复盘，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嗯，对，嗯，他们发表的绝后的第一时间的真切的感想。对，咱们就是体会一下，看看他们在对决中，比如说觉得胜负的关键处或者说最懊恼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嗯，是的。但是现在，我感觉现在跟过去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过去的话，下完棋马上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然后马上进行复盘，之后就结束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现在往往是这个复完盘之后还要回去看一下这个电脑。啊，对，那是。不，原来知道怎么回事也不一定对，所以现在可能为了寻找更正确答案，肯定是让人工智能再来复一下盘。嗯，对。现在有了高科技的帮助。嗯，是。嗯。甚至有的时候，下棋自己下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棋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太好，但是呢，就觉得可能电脑跑出来不一定吧，就会有这种想法。对对对，有，这真是有。对，结果跑出来还真是不一定。哎，对对对，是的。或者有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输多了，但是跑出来好像，好像落后的也不太多。嗯，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赢多的时候，电脑给的结论是根本就没赢，对，这个很多。反而可能是落后的那一方。嗯，就是让人类不停的怀疑自己。嗯。
这个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摆的这两个图形。哦，这个是怎么想得到的一部棋？对呀、怎么会走到这儿去？我想姜维杰也会对这一手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看见黑棋前面两步点就觉得是要七子吗？对，前面两步点、对，也是。像熟手，前面两个点。对，看黑棋就是说，这下面我要求活一点，不是要求全部活了。我这样。他可能还是要求啊，全部活呀活吧？对。这个白棋。如果上来他就要是翻过，是吧？翻过，也可能那几个可能得弃掉。这个被黑白棋一长，黑棋好像还是很困难。对，白棋如果挡住黑的再长一个，他还是不太好做活，很困难，活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对，看黑棋也是放弃了。其实后实战白那个小尖像是熟手的样子，像单跳。对呀、他怎么摆上去啊？我想看他摆单跳之后担心什么。跳到这儿他在想，跳到这儿他显然是有打劫嘛，靠下去的话。不会跳到这儿，这个他跳上一路怕什么？真的是把它靠下去了。可是靠下去黑棋气也很紧。对呀、他把黑棋靠完了单断吧？但是气够吗？单断打回去了。对，黑棋直接打回去了。他就直接打回去。对，这个。一会儿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刚才那个图形。看这两位棋手的手势在这指指点点的，很好奇他们复盘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对，我们只能看见他们的图形，对，听见他们的声音。这盘棋好像黑棋确实是没有找到什么非常有利的这样一种突破的方法。的可能从布局最初可能他的布阵上，可能他的位置对不是太恰当。确实，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暂时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为大家带来这盘棋的总结。好的，一会儿再见。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呢，由曹老师为我们简单的把这盘棋的关键点总结一下。好，我们那就开始吧，再回顾一下这盘棋。好，四点三三了啊。这个时候点三三，白的挡哪边方向都一样。对。点完这个角之后，白棋是争得了先手。继续站角。黑棋行为。然后白棋再把黑棋的这个角点了。现在这个布局感觉，只要点一个角，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对，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小尖是最近，就这个局部的后续，下的比较多的一手棋。假如白的在这局部脱先的话呢，黑棋是会下的这个点。这个地方有意思的是，假如在白棋下的话，白棋好像也是下这个点。对 ，AI 也是推荐白的下在这里。飞一个。一手棋。对这个棋形，棋有没有注意的是，这个可能也会有人想下在这地方，但这个棋形呢是有点缺陷的，不如这个棋形好。对，这个地方白的有个小尖，小尖了之后搬下去，这是黑的。假如走这个呢，被白棋搬在这里，官子就吃亏了。走这个呢，白的搬这个头。对，这个黑的棋形。上有点缺陷，所以不如这个来的扎实。小尖。对。实战呢，黑棋是，黑棋是先点的这个角。黑棋是先点角在小尖的是吧？对。好像是。对。先点角在小尖。然后白棋挡了这边。是是是。走了一个这个顶势。然后断白棋，把这个吃了。感觉从配置上，白棋应该是没有什么方向，还可以。白棋对这个，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几个角下的都是定势。对。对旁观者来说，这样的棋局。显得还是有点单调的乏味，看着没多大趣味。现在又点角了。对，看来不管这个围棋怎么发展，它好像总是在某个阶段会流行一些定式。对对对。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棋手经常下的话，就确实会觉得有一点乏味了。继续把这个角点了。还是这个。这手棋是挺漂亮的一步棋。白棋打了立，是这个形状的后续了。对。其实现在假如做一个推测的话呢，可能应该预测就这一带，会是双方争胜负的地方。是的，这一带这棋黑棋究竟能成多少空，如何成空，就是很关键。对，黑棋的下一步是在这先发制人，希望能够，其实他也不希望入后手，希望能够取得先手之后呢，能够还是回到这边来。不，白棋的下边这手棋是当时觉得有点疑问的，不知道这搬完虎，对，为什么要搬虎？对，就直接出头的话，看起来也很满意。对，我现在没看出来黑棋，就或者说是白棋担心些什么。实际上，白棋选择一种更稳健的下法，看起来更稳健是可能。假如这个地方是这样。假如你现在再打吃呢，可能出头之后对这颗黑棋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因为这里有颗白棋，它的眼位，这个左边上现在取得眼位就会变得很困难。
或者说下凡是下这样的棋呢，你只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你不怕对手走到外边，你就可以那么下。嗯。嗯。不过白棋这个棋形呢，是还是蛮厚实的。嗯。捞取了十空。嗯。嗯。那么。这个下一步棋。对。好像是。有点奇怪。嗯。对。曹老师不太欣赏这步棋。对，很不欣赏。嗯。位置确实是有一点刁钻，其实对刁钻，对自己来说也是。不，其实现在盘面上刁钻的点其实挺多的。嗯，比如说这样怎么走一个也是很刁钻的。嗯，就是说，对，他就比如说下来这儿的话，嗯，就作为黑棋来说，他回旋的余地比较大。嗯，比如说这里可以成空。嗯，这一带这头已经把你一半封在里边，你要出头也不是那么方便。嗯。所以这是棋也是可以下的一手棋。嗯，这棋作为谢科来说呢，作为对局者来说，可能下这样的棋心理负担比较大。嗯，对对，万一像我们旁观者来说，这个说的是很轻巧的。对，这棋当然挡在这儿。嗯，挡在这以后搬还是先手，因为这地方有断了，对吧？这个。嗯，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搬，白棋不肯搬的，在给黑的搬，黑棋搬街是先手。所以这一带其实黑的也相当的程度上先挡在这儿。嗯，对，成空也是很满意的。嗯，成空之前就把这搬掉都可能。嗯，有了这手棋之后，白棋如果掉在上方掉的比较浅的话呢，黑棋就有心情围这个空了。嗯，这手棋看着有点尴尬。对，不能不累啊。嗯，显然跟这边来说它是重复的。嗯，黑棋这里已经有四颗子。嗯，眼看着这个还是先手。对，甚至于还可以再压。嗯，就这一排是很厚的棋。对，怎么是这地方去走一个呢？嗯，这手棋下到这儿的话，我想作为他的对手都是很高兴。嗯，这种棋让人感觉不到压力。嗯嗯，对，嗯，是的。那么白棋现在其实清消黑棋，就白棋现在选点其实是很多的。对对对，白棋清消，其实再远一点清消都可以。嗯，比如说在这线的位置上，就是这几个位置啊，嗯，走一个都是可以的。嗯，对，在这线都可以。对，因为黑棋这个下边本身也围不了多大的目了。对，嗯，加米杰下的比较狠，他走在这儿，对吧？他走在这儿，走在这儿，他是瞄着下边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箭冲的一个点。嗯嗯，黑棋的进攻，白棋就箭冲。这样的话，其实下成这样，黑的实控已经很困难。嗯，白棋有两个大角。对，嗯，以我的想法上呢，我是觉得想下到这，嗯，这一带，假如黑的能下后的话，黑棋在下在这里，嗯，寄希望于在这一带成控。嗯，把成控的重点从这里转到这边来。嗯，因为这边已经显然没可能性成大控。是，作为现在黑棋要贴三又四分之三子这么一个大贴目的规则下呢，嗯，作为黑棋来说，假如不能在棋盘的某一处成一个比较大的空的话，嗯，这贴目的负担太沉重了。嗯，所以这个希望能够在这一带成到四线以上吧，嗯，起码，嗯，或者说成到五线以上的空，那才比较满意。嗯，像这样的空，这题目难以争胜，对，我完全提不出目的。嗯，这棋黑的这个地方的行棋，我又是觉得比较意外的。嗯，断，但吃是，啊，这里等于又走了一个定式，对，粘上，嗯，露了个后手，对，嗯，我们简单的如果点点目的话，我们觉得这棋就是黑棋。
就差距还是挺大的。这作为天目来说负担太沉重了。这个跟这个实木强一点，勉强大概跟这个能抵消。嗯，这个黑棋下边跟白棋这个块空能够抵消。嗯，这个角的时空算它和这个抵消。嗯，这个是空，这个是空。现在就是黑棋这一代的外四要比白棋这个空加这个空十几目以后还要再踢七目半，嗯，要多二十几目空，对，还是有点困难，有点困难。 嗯，而且现在该白棋下，对，嗯，而且这个象是一部好棋吧。嗯，双方从这手棋开始之后，嗯，战斗就比较复杂了。嗯，他是走这个，然后白棋反点。 嗯，这个本来以为这个白棋是想做什么，然后发现就是走了个形状。这个是挺好的。嗯，这是一种行棋的一种步调，一个调子。嗯嗯，这样的白棋就等于先手把这个地方给补上了，还跳，然后再一跳出头。黑棋这颗子也不能被吃，嗯，也不出来。然后白棋再把这个分开。嗯，黑棋跳，白棋下的也是堂堂正正的。嗯，黑棋是不是就在这脱先了，是吧？嗯，就走到这儿，这是一步胜负手。嗯嗯。也是很拼，对，嗯，是要拼。他走其实也走不是很舒服，对，走不好。走的话，走这类的话，他也会走在这里，嗯，眼位还是不够。嗯，他还是要靠外边的头。嗯，他这个地方就是这手棋也是就是谢克比较老练的地方。嗯，他希望白棋在这一带比较无聊的下了一步棋之后，啊，对，他这地方就不管怎么说，就是苦活也好，就是弃掉一点，然后做出两个眼也好，当然不，嗯，他不可能让白棋走一个就算死了，这不可能。嗯，但是当白棋有这手棋之后，他各出的子，这个子也可以弃，这子也可以弃，只要做两个眼他就行。嗯，所以白的呢也没有轻易的封锁住外围这个黑棋的出头。对，他走的，啊，直接，他走的就比较实惠。他既然这样破，嗯，这里来冲击黑棋的棋形。嗯，长白棋粘上，嗯，刚才已经给他棋友们介绍过了，这个冲不成理，他也挡住。嗯，所以他是想的是，对，嗯，那么白棋是点在这儿吗？对。嗯，黑棋再冲过来。冲。嗯，这样，然后白棋这个时候是单点的吧？对，单点了之后，这个地方就白棋做黑棋做活还是有点困难。嗯，点位不够，他是走这个了是吧？嗯，对。那么白棋还是把这个地方封上。嗯，这个地方好像黑棋并没有什么兵。对。嗯。并没有什么太强烈的味道。对对对。嗯，那实战黑棋是打这个冲下去了。哦，这个白棋是把这个走了吗？冲，他是立了一个吧。这个地方白棋是不是把这个先长掉了？他是现在走的吗？嗯，他是走这之前走的。哦，这个时候走对吧？对，他冲，先长掉。白棋下的也是很狠的，在这个地方先把黑棋这个地方地形做，再把白黑棋封锁在里边。对，嗯，然后黑的是冲下去。嗯，他就立这个地方。嗯，双方一步都不能下错。嗯，假如下这个的话，他有个挖。嗯，那他可以从这里冲过来。嗯，这个白棋不行。嗯嗯，所以他只能立黑棋挡下去。嗯，下面这手棋是白棋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考虑，感觉至少用掉了两次。对，嗯，其实我们在帮他想的话，当时这个棋走这个就比较简单，但是作为对局者来说，他担心的比较多。嗯，他觉得被他靠下去之后这棋形不太舒服。其实他好像还是可以走这个的是吗？硬卧啊。嗯，走这个他是这样，其实还是
有点什么，他想过去还是能过去黑棋？不是，他就立弃子。对，其实跟这个意思一样的。嗯，这样吧，当然这两个会好一些了。嗯，这个就是打了。我觉得白棋有可能还是下这个好。嗯，下这个好一些。下这个。嗯，因为你退的话，我也是很顺利的度过。这个黑的不太好。嗯，假如你一定要通连呢，你是要立通过这个弃子。这样能够连上，不，这个棋不是还是可以冲出去吗？哦，现在黑棋是不是能把这个冲过来？现在冲过来，对，这也是个转换。嗯、这个好像每次一被一直有、这个、黑棋冲过来，好像这个形状白棋就有点问题了。嗯嗯，那他如果退，跟他补一个交换，外围白的还不算太厚。嗯。这可能是姜维杰是这样想的，尤其是对，尤其这个地方是这样，嗯、就是说你是不是真顶？嗯，真的会下在这个顶，顶的话白黑棋不一定马上就是走这样的棋，嗯，对吧？嗯，他可以保留一下。你如果走这个呢，马上定型呢，那他这样来，这两个白子没交换着，白的还是吃亏的。嗯。你想走这个时候呢，黑的有机会可以放的，不一定马上就走这个牺牲。嗯，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白棋所有点烦恼的地方。嗯，也因此呢，这个棋黑棋啊，就当这个局面下呢，是白棋下了一个熟手，这个棋熟是实在是熟。嗯，有了这手棋之后，当然他这手棋是不能成立了。嗯，确实立竿见影，他就是一般。嗯、对，马上就看得很清楚。有了这手棋，这一般不管你挖啊什么的，反正这个就打死他就接上了、嗯，这两个就有用了。对。不过呢，有了这个之后啊，这一代黑棋这个变成先手冲断了。冲断了，嗯。也有亏的地方。对。嗯。肯定有。嗯，虽然效果是马上就能体现。是。哎，他是不是就马上冲断？对，黑棋就马上冲断了。嗯。这个是黑棋的先手、嗯、然后在外围就有点薄了。对，嗯。那么接下来呢，黑棋也是这个也是之前有所准备了。对，挖在这儿。其实这个挖从事后来看作用不太大。嗯，可能谢珂他本人也觉得实战这个下法黑棋几乎没什么胜算了，嗯，就这挖接不太好。他下车就是刚下完的一瞬间，他在摆的就这个图。对，当时他是要摆这个挖，嗯，因为这个单靠了再断，嗯，啊，但是好像也没什么成算。对，这时候再挖，这个时候姜维杰摆了这个，嗯，叫吃，然后把它提了，嗯，对，这就变成了一个打劫。这个是一个打劫、嗯、这当然是打劫，这样当然这个、黑棋很重，黑棋也重，对、嗯、好像后来还是有这个打吃也摆了一下、哦、还是打在外边是吧，有吗？这个打吃有吗？然后粘上，对，然后粘在这儿。哦，对，有一个杀气，这个是一个杀气的一个棋形。嗯嗯，投在这里，投在这儿。嗯嗯，这杀气好像黑的也没什么把握。嗯，按他们两位棋手的判断是觉得这个杀气是白棋有利一些。哦，是。对，看着黑的是八口气左右的样子。嗯。所以从他们两位棋手的复盘的这个过程中，也没有发现黑棋有什么好的手法。嗯，所以这棋后来是他挖了一下，对，挖了一下就直接单接了，因为这两手棋的效率很低下。对，这个时候白棋下法就比较多了。嗯，白棋现在走这个当然不太好，这个
这地方黑的多了两口气，这个杀气差好多，所以他就在这。这个时候，当黑棋再靠这个的时候呢，白棋可以退转身了，灵活转身。对，因为黑棋这两手棋实在太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棋胜负完全就要逆转，对对对，可能就黑的有利，形势来说可能就黑的有白的薄了太多了，中间，实战这个白棋这个确实厚了不少，是，这个局部呢，我还想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就这局部，就是作为白棋来说，它不能轻易的往这地方藏出来，因为现在白棋啊是不能吃这个的，吃这个没用，吃这三个不是棋精，现在黑棋要会进攻白棋这个整块的这个大龙，所以呢黑白棋最理想的下法呢是能够经过跑出来，能够通过把这吃掉，中央这个变厚，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呢，它这个小街是先手，是先手，对，他否则他还有一个袜，对，这边有个打劫，袜，对，怎么也好像，对，这边是个打劫，这样就有个劫，对，那么白棋如果补这边的话，单立的话他有个顶，也不行，也不行，对，所以这地方总是有个劫，有个劫的话，白的要补一个。这个时候黑的就爬一个，你再提掉我这一扳，这块白棋要被杀死的样子了，所以现在他不能随便下这个，对，现在实战黑棋是下在这里的，有了这手棋之后，那这个就能成立了，这个白棋形状也很好，对，白棋有这个棋形是很好，那么黑棋现在也是不得不把这个补上了，对，再给它吃掉的话，就这样全厚了，黑的就没戏唱，但是这个地方啊，白棋谢科的斗志我觉得有点不足，这中间是吧，这个前面点了一下，对不起、这两个交换，对，是，这两个交换现在也不一定亏，倒是，这时候我是觉得黑的最厉害的胜负手是在这里飞，应该从这边过来，最强的一步棋，因为正常黑棋如果把这个求活的话，这个棋已经不太可能会赢了，控肯定不够，只能寄希望于不是进攻这个，是要把它吃掉，是吃棋，对，或者是把这种地方把它断开来，它有收获，但是我看着这手棋谢科几乎是秒下了，对，几乎他还觉得这还能下吗这棋，其实我觉得就是立了这个之后，这个白棋这个棋就这盘棋就没有机会，黑棋没机会，黑棋没机会，是，因为白棋下一步把这个一挡回来，这个黑棋挡回来，因为黑棋还要防止白棋在这里挤，挤了把这吃掉全有眼位了，他只能这样补掉白棋再连上，这黑的空肯定不够，并且作为黑棋来说，杀白棋这整个大块几乎没有可能性，对，白棋这边还有半只眼，对，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给棋友们介绍过，白棋压在这儿的话，这地方是有一只眼的，对，所以吃这块白棋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对，所以这个棋其实黑白棋这个连上之后，又有眼位，外边还有这样点的话，这棋黑的已经几乎已经没什么翻盘的可能性，对，
而且这个地方白棋也都是有子，嗯，对，是，这都是先手，对，嗯，对，因为白棋这个街还是有先手味道，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做活，嗯，嗯，我这盘棋整体上来说还是姜伟杰发挥的比较好，嗯，是。不，从布局来说，我总是觉得这样的布阵，其实这个点角的以后，这个的面跟这个的配合，黑的也不是很协调。然后这个地方，这个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拆二，这个是很意外的一步棋。嗯，对，他想要两边兼顾，其实这个两个方向都没有达到满意的效率。对，是，好像妥协了，反而是。对，是的。嗯。谢科就输这盘棋还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移动这盘棋，刚才你介绍的就是已经出现了，就进入半决赛了。对，然后呢，他输掉之后呢，也就是可以说是完全绝望，没有可能进入半决赛。对对对，因为前面已经有三连胜的韩一舟了。现在三连胜的韩一舟呢，希望特别大。对对。因为只剩下这个杨鼎新、十月和连笑了。嗯。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组的情况，可能我现在判断的话，可能还是韩一舟的希望最大一些。嗯，韩一舟。对，本局获胜的姜蔚杰，嗯，起码还要再赢两盘。嗯。再赢一盘也不行，比不过韩一舟，再赢两盘他就出现了。对，再赢。他也是这个情况，再赢两盘，如果第三盘输掉。他也是绝望，对，这个规则是，他也就是说他如果再赢一盘输掉的话，还是韩一舟出现了，他如果第二盘输掉也是韩一舟，对对对，然后再加最后赢了那盘，最后获胜的这个规则是规定，最后获胜那盘的那位棋手是出现的，对，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局势好像对韩一舟比较有利，对对对，是的，不过也是他也是获得了三连胜，对，三连胜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最后进入本赛阶段，虽然分 AB 两个组，但是也都是强手，没错，现在这个荣兴站变得很有意思，中日韩同时都有这么一个比赛，都有这个将棋，日本的将棋围棋频道来赞助这个比赛，所以这个比赛慢慢变成有点国际比赛的意味了，就是最后中日韩的三国的荣兴站的冠军还要下对抗，还要下对决战，这是最后的决战，对，这个决战不是相当于代表国家的决战，对，这不是相当于就是一个世界冠军嘛，等于各国的荣兴站的比赛是世界比赛的预赛，也可以这么算了，确实可以这么算了，也是派出了本国最强的棋手了，可以说对，肯定是本国最强的棋手都参加了这个比赛，然后最后冠军还要有一次对抗，对对，那非常有意思。这个韩国这个比赛呢，荣兴站比赛进行的年代比较少一些，今年刚第二届。中国已经第十届了，对对对，嗯，但是他们也几乎就是所有的职业高手都参加这个比赛，并且赛制也是一样，对，赛制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对，是的，在所有的围棋比赛里面好像是这独一无二的，对，独一无二的赛制，对，那么这盘棋确实也是这个谢科比较可惜了。我棋的内容我觉得还没什么可惜，对，结果比较可惜，结果他其实就是已经没有了这个出线机会，对对对，没有进入半决赛的机会，对，但从棋来说呢，确实姜维杰发挥的非常出色，是，好，那么我们祝贺姜维杰，那么今天的这盘棋呢也就为大家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